台湾先前被质疑是假外资真中资，而经过经济部投审会十个月的调查，24号终于公布淘宝台湾就是公司。投审会提出3点佐证，第一个是如果阿里巴巴不出席会议，股东会、董事会就没有办法召开。阿里巴巴实质上对于议案已经具备否决权。再来是淘宝台湾的网络伺服器等设备、机柜、生租者都是淘宝香港股份有限公司，欠缺独立的经营权。而第三点是会员交易资料会回传到中国阿里巴巴伺服器中，可能会有资安的危险。基于这几点，投审会认定淘宝台湾就是入资，除了开罚41万，同时勒令限期6个月改正或是撤回投资。消息一出，引发热烈讨论。